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，不应当被政治化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个时期以来，我们不断地看到把疫情污名化、将病毒标签化的言行，不断看到借溯源对特定国家甩锅推责的言行，不断看到对世卫专家溯源研究进行无端指责，甚至鼓吹动用情报人员而不是科学家主导病毒溯源的言行。我们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立即停止政治化的做法，不要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。溯源应当依赖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人员，应当走团结合作之道而不是鼓吹对抗挑动对立。溯源工作涉及全球多国多地，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能像中方一样邀请世卫专家去开展溯源研究，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。